什么时候能在车间里逛夜街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，账号直接从几百粉丝涨到了几万，而且还爆了上百万的播放，开始有了商单、带货收益。特别是这条中视频作品，一下就让我赚到了3000多块钱。我开始重视这本书，并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，因为它真的帮助到了我。我想让迷茫的你也能像我一样重新找到信心。